只能再去慢慢的小慢慢的两个小孩。我们是兄弟好的，给大家看一看我家的沙发吧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一分钟我家沙发。我等给大家讲讲故事吧。讲讲老鹰捉小鸡的故事。龙啊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盒子，就是它是装耳钉什么的，是王胜峰推荐买的，就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，其实买一个这个还挺方便的。对对对，现在是展示那个盒子的时间。你们有用牙线吗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冲牙器那种，不是牙线，是那种冲牙器，你们大家有用吗？我在想要不要买个冲牙器冲，大家觉得那个冲牙器是有用的吗？有用，好用，但是主要作用是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我听很多人说它要跟电动牙刷配嘛，但是电动牙刷不是就是刷得很干净的嘛，但冲牙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清洁污垢。哦，我今天家里面垃圾可多，等等能不能让陈华新上我家来履行那个义务呀？他还欠我们一次倒垃圾没倒呢。我回来了，快不快？定期洗牙，好好刷牙。我其实很想去洗牙的，但感觉洗牙会很酸，就是我没有去专业的牙医那边去洗过牙。一根这么快我没有抽完，你是觉得姐夫一定要抽到那种烟屁股，就是抽到最后一口，是不是吸两口就好了？一定要吸到最后的尾巴，是不是洗完会后悔两分变大？咦，那我还是不弄了，我还是不弄了。你别讽刺我了，我都每次都是那种就是剩抽两口，然后剩的掐灭等等再继续点这一根，我是很节能环保的。可喜欢这九龙哥，我也超喜欢的。哎呀，二三的生日我没办法去，感觉可不好，但是一早就给他发，一早就给他发个小红包吧。今天快十二点的时候，大家提醒我一下，给他发红包啊。是我家，等一下我给他发个消息。你说什么东西啊？讲故事，大家想听什么故事啊？
别开门。为啥？耶，你们在吓我吗？爬吧，陈立要打我。他那小身板他打我，我真的不夸张的，我从小学跆拳道的，我真的是从小学跆拳道的，我真的不夸张。就是如果小心有一天，我那以前还做梦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我是那种可爱幻想的，我就是有一天做梦，就是梦到小心就是喝完酒可能不小心跟别人发生冲突了，我就一，然后那个人推他一下，我就一把就把他抓，把那个人抓起来，我说你在拽什么呀，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在家里面喝奶呢啊。我真的是做梦梦到的台词，但是我醒来以后我觉得很无语。我真的有梦到，就是连台词都记得很清楚，很早以前的梦。而且还有一句觉得自己可古惑仔的台词哦，就是你在拽什么呀，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在家里面喝奶啊。我真的没有混过，真的没有混过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这种话。但是我真的是学跆拳道的，真的学跆拳道的。有人敲门，不要开。哎呀，我在楼下不给他开吗？你进都进不来，我们这边是有门。好了，我可以了，我已经收拾好了。嗯，你几号来成都吗？到底？我得过完生日给那个。他是明天生日是吗？对啊。我明天给他，只有我卡了，明天给他发，只有你好了，不会吧？二三真的很好笑啊，就是一跟他说来不了他的生日，立刻把我和赖亚欣踢出去。嗯、不应该吗？应该，我觉得应该啊。他可能是在算人数吧，对啊，应该啊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我这两天一直有人在过生日。哎，你这灯光可好看了呀，你在打个什么灯光呀？迅猛龙色是吗？不是呀、啊、那是什么灯啊？叫落日灯，还蛮好看的。我等一下也打一盏吧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等一下也打一盏。来，我们打一把 PK 吧，快点李佳华。打呀，你说完什么吗？你输了的话你给我，输了的话你给我跳一个女团舞。可以吧，我今天吧，你输了你也给我跳舞。从来没看过你跳舞。可以可以，我输了我也给你跳舞。怎么你今天是有大哥了是吗？来打我。哪里来的大哥呀？皮哥，锤子哥。好，重连闭麦。好，重连闭麦。王分趁大家不在是在欺负女朋友，很累。主要是我不懂得舞蹈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想让对面赢了，你去对面给对面上票，他不就赢了吗？好不好？赢了也可以叫耶、yeah, 我可没有说这个话。赢了的话给大家学一小段吧，不是说什么赢了也可以跳，我真的不会跳舞啊。但是我今年有跟小新说我们俩一起去报个那个舞蹈班吧，就学一学人家的才艺主播舞蹈都跳得可好，等下给大家来一段吧。真好饿，小新跳舞吧，好看也没有吧？你看他昨天的钢管舞，我看他都把大家送走了吧？他钢管舞，对，学点舞蹈挺好的。大家点点灯牌，点灯牌。成都暴雨，他已经到家了，他安全到家了。我睡醒的时候他要到家了。难道我昨天不满意？我满意啊。昨天他比较主动，比较主动，我是被动的。这种话你该那个了，你该。对啊对啊。嗯。
哎，谢谢可爱不是三岁出来的眼睛，谢谢 S A N D。等我，那个全屋宽带，等一会儿他装完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房间吧。我现在没办法走，就是走动了以后没有信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信号。但是我家有落日那个日落灯还有夕阳灯什么，我等一下打一盏灯吧。最近都没有打光，最近都没有打光。龙王，你他妈翻天了，我这揍你了！下来，你在干嘛呀？啊？跑可快，对啊，就他其实听得懂话的，但是他就喜欢在那个别人生气的边缘徘徊，你知道吧？这种人可讨厌。大家小票守一守，大家小票守一守。不是可好的呀，你没有了，你没有了。我等下直播给大家洗碗吧，我家碗可多，我家碗可多。看对面脖子，咋呀？咋了呀？咋了呀？对面脖子咋了呀？怎么了？我等会儿我就让他叫我哥，叫我姐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没有的人就是爱嫉妒，明明就是眼睛馋的不行，还哎呀咋了呀？有什么？哎，就是有人吸呀，咋了？那你为什么没人吸？你去反省一下自己啊，是不是？还叫哥？我怕我叫了他受不住啊，我怕他折寿，是不是？不能对我不忠。他对我不敬，那就是大罪。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尊敬的人只有赖雅欣。啊！哎，还有最后20秒，大家守一守，绝不是不想跳楼。我都知道这个狗，前面这个狗真的好狗啊！还有最后20秒，对面好狗啊！谢谢所有的宝贝，千万不要让狗狗让他跳了。7秒了。耶、yeah, ！谢谢齐轩，谢谢齐。哎，感谢捡起猫送小鸡。赢了吧？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给大家磕个头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开心吗？谢谢齐轩，十万个又妮妮，千里泡泡。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跳啊！你赢了，你开心吗？我赢了，我当然开心啊！叫姐，叫姐，叫。我为啥要叫你姐？我叫你跳起来吧，大姐。我操，李佳华，你后面是啥呀？我后面是你家的祖坟呀。啊啊！他给我挂了。他为啥挂我？他赖皮吗？赖啊！哎，直播间的你不觉得他真的可赖皮？必须让他跳。对啊，他老这样子。你对我出言不逊，你给我跳呀！你对我出言不逊，没有啊，对我出言不逊，赶快跳起来，跳了就可以走。跳什么？跳舞啊，领团舞啊。这次让我给你跳，我给你跳。我老婆回成都了。我给你跳。我就不要音乐的啊，不要音乐给你跳。你不要不觉得尴尬，就放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没有啊，我就会还要有一个那种，你还没有小来哥跳的好呢。小。我怎么没有小来哥跳的好了？小来哥跳的真的很好，就很妖了，就是还有一个侧面那种撅屁股的动作，你至少把那个做了吧。我放音乐吧，因为我感觉到你不尊重我。啊，我可尊重你。
那么浪漫，都离不离梦想。那从哪里来的？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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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。耶，不能听啊，这个歌。开个会员。没有会员。我帮你放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我只能听听歌，算了，你算了，我不跳了，可以吗，李佳欢？不用，我听不了这首歌。行吧，行吧。你作为我老婆的闺蜜，我也不能说你什么。不是啊，李佳欢，你说实话，你是我的妹夫还是我的姐夫？你告诉我。赖爱心是你姐还是你妹？我又不懂。你呀，他每天都叫我姐呀、啊，你不该。嗯，那我要叫你什么呀？婶婶、小姨。你是我小姨子吧？你会说话吗？那不然我应该叫你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叫，你不太聪明。挂了，挂了。会挂，滚！哎呀，王恒玩游戏老是赖皮，他自己叫我们跳女团舞的。我不太聪明，我都不懂他在说的是什么梗，我不知道他刚刚跟我玩的是什么梗。看房间网络还没有好呀，我怕会卡。我怕会卡。明天去成都要去偶遇小新。小新的话，你们真的想遇小新的话，27号去春熙路那边那块坪，是最有可能遇到小新的。因为这段时间他也不会怎么出门，就是都在筹备生日的事情。然后27号那天，反正他肯定是会去那边打卡的嘛。自己睡一个大房子害怕不害怕呀、啊、还有龙王陪我。我跟你说，龙王只要正常的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走来走去，那我家是绝对安全的。门口有个外卖的，他都会钻到床铺底下去，你知道吧？就只要他不钻床铺，我就知道哎，可安全。我们家超级安全，这就是养宠物的一个优点吧，你懂不懂？对，他是报警器，他现在就在家里面走来走去，好像这个家是他的一样。别说了，害怕。他是不是输了呀？骂我们是不是输了？不是呀、啊。不是啊。吓死了。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什么？你不想骂陈绿的，你很尊重陈绿哥的，我听得有点刺耳，是什么意思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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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人在这个社会上那种要圆滑一点嘛。其实我们的初心还是在你这里，就还是陈绿。陈绿和我掉到水里一定会死一个，你会让陈绿死对吗？好毒！啊呜哇呜！就不说陈绿死不死吗？首先不会让你死。对，就不说他到底有你们这句话就够了，我懂。有你们这句话，就陈绿就是能不能活下来，就是看他自己会不会游泳。对，人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但是当家华够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。好，有你们俩的话我就过了。但你们最近脖子怎么感觉少点东西？嗯，脖子少点东西、啊、我们看到了。对啊，你们怎么这么干净啊？了解。行吧，我刚刚就想过来兴师问罪一下的，但是被你们收服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就是想炫耀一下。对啊，就来炫耀一下。对，
最近是不是傻一点的？还这个样子。那你们去打吧，你们去打吧，跟他们聊聊天。好好好的，我们去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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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去征战，我们去征战网络，现在就去。好，加油！祝你们马到成功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没有，本来想去骂。